找到没有？在哪？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宝宝，找一下。哦，那边，宝宝，那边。宝宝，你看湖边露营感觉怎么样？嗯，不错。宝宝，知道你了，特地给你带了大风扇。插哪，大哥？插我脸上是不是？宝宝，先吃点东西。就吃这？我下去捞上，我现在。对呀、啊，现捞的新鲜。陈一坤，我热死了，你自己捞。这个是百事可乐泰迪系列的白柚清竹味，是我特地买的，是不是喝完感觉整个人在竹林里一样，整个人都清爽了。你休息一下，我给你点了外卖，一会儿就到。这个竹子味的也太清爽了，气泡也好绵密。叔叔，快过来给我拍照。好，假装扑水宝宝。哎呀，你是在做梦。叔叔你看一下，我刚才你点的外卖怎么还没到？我忘记改地址寄家里去了。